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我现在得小点声说话，因为已经半夜了，我下班晚，没办法。我本来呢是不打算吃东西的，可是我今天实在是很饿得慌，我就给大家看看。不过我今天买了挺多好东西，你看有这个披萨饼呢，是屎壳郎呢在家吃了，然后给我留下一点，因为他下班早嘛，我就把它放到微波炉里转了一下。然后呢，我给大家来看。我今天买的这个挺好吃的，待会我们一块儿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薯片呢打折了，打折了就是这个公司的，叫 Walkers，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吃的。我本来是想做一个 healthy bunny， 健康的兔子，可是我一发现它打折，我又很饿，我就忍不住的就买了。然后这款呢也是我比较爱吃的，就是一个叫什么叫 roast chicken flavor，烤鸡和这个烤鸡和草药这个 flavor。 其实我觉得我看大家的视频一般都买那个泰国那个 sweet chili 甜辣椒口味的，但我比较倾向于这个口味，这个也在打折。然后呢吃完这个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比较爱吃的巧克力。我现在调一个镜头给大家看啊，这样看就好了。你看这就是我的披萨饼，我饿呀，吃上三块它，然后再会吃一包它，再吃点这个东西。吃完这个东西呢，这个巧克力又是不好意思，它是黑巧克力，不是吃黑巧克力好。其实我昨天尝了一块黑巧克力，不难吃，就是这个牌子的，叫什么来，叫 笨的什么东西，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包装又被我扔掉了，不好意思。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牌子哦的，叫 Bendix， 是不是这个牌子？它是一个就是和礼品盒包装似的，我嫌它占空，我就把那个纸盒子扔了。待会儿呢我们一块儿再吃，反正总体来说呢我今天晚上就要吃这些东西。先打开披萨吃看一下。披萨呢就是在我在 Morrison 买的，好像3磅钱，里边有鸡肉呀，有这个对光不大好，有鸡肉呀，有红椒青椒之类的这些东西，还有洋葱。我把它待会儿吃了以后呢再给大家演示吃那个叫薯片是什么滋味。 OK， 现在呢我们要吃这个东西。我吃了一块披萨饼，接着披萨和这个一块吃。打开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就吃了一小包。因为现在英国呢给我感觉他就是说是建议你健康，其实就是商家我觉得赚钱了，他把这个包装呢改小了以后呢一六小包就25克这么一包。一般像英国超市卖的，英国人比较爱吃的就是吃着披萨吃它。当然你健康的话吃披萨吃绿色的叶子，这个沙拉呢会更好一些。吃些什么牛油果呀这些更健康一些，因为我比较懒嘛，今天就没有做，再说也挺晚了，半夜，这些都是我的理由，我挺会找理由。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 crisps， 这个 crisp 和这个叫什么三明治呀，你也在可以吃一个小果盘呀，一般各个超市在英国都有这种叫 meal deal， 就和优惠午餐似的，3磅钱或者3磅5， Marks Spencer 就是3磅5，你像 Sainsbury 了，像这个 Tesco 了就是3磅，阿斯达 Morrison 也是3磅，对，我昨天还买了，我给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东西。像这个吧，昨天就是从 Morrison 买的，就叫 meal deal，你就选一个主餐，就是这么一个东西，感觉这个就是可斯，就像小米了，加上点绿色的叶子，这里边又加了一点 pulled pork， 我看是不是 pork， 对 ，pulled ham， 就是火腿肉。然后这里面这个特别好吃，其实这些酱呢特别容易增肥，我和你说这些酱，但是呢你爱吃也没办法，就是这种的小鸡肉建议大家能买一些，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吃，就是各种各样味道的小鸡肉吧，其实都是 processed meat， 哎呀也行了，再加上这么一小管，这个东西呢就是3磅钱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饮料都是在 meal deal， 都是在这个午餐优惠中的，你去超市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是什么东西，也有的时候呢还可以把它换成一小盘那个叫水果，也可以换成一包这种东西。有的时候他们三个也是 meal deal，就是这三个东西，但是呢每个超市每一期活动不同，你要看清楚这些东西在不在这个 meal deal 这个优惠活动里边。 OK， 这就是明天的饭，我现在打开呢给大家尝一尝，这些东西都得尝试一下，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。
这个还有一个绿颜色包装的，绿颜色包装的呢就好像是 sour cream，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。这个呢因为有 sweet chili， 它特别特别的薄，你看是我每次吃这个东西总是让我想起中国的锅巴，可能年纪轻的孩子们不知道什么叫锅巴，锅巴它就比锅巴薄一些，但是感觉这个口感呢和那个锅巴真的很像，就是六七十年代生人的人呢大概就应该知道什么是锅巴吧，反正就挺像锅巴的给我感觉。没错，像是锅巴。下面呢我把那一个25克的那一大包薯片都给吃了。我本来是不想打这个，主要是想给大家看一看，如果没吃过这个牌子的呢，它打折的时候呢是1磅钱，就这么一大包。一大包呢是多少克呢？是150克，就是如果不打折原价的时候呢就是1磅8到1磅7这么个价格。 OK， 打折给大家看，它打折呢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其实也没多少，这里边呢就带着一些，哎，这光太强了，这光太强了哟，就这样带着一些这个草药，不是草药，叫什么 ？Thyme 是什么？反正就是一种，就是一种植物。我吃一个给大家看看。烤鸡味很浓，再一个这个 Thyme 呢也特别浓。如果你不太喜欢吃这种烤鸡这种肉食口味的呢，你就买那个 Thai sweet chili 就特别特别好吃。然后吃了以后呢，你吃不完别忘了用这个东西，不然就不酥了。这个在一磅店呀，或者是一磅店卖的不是很好哈，网上呀、eBay 啊，还有各个超市 Robert 大爷子都有卖的，你别忘了就给它这个样子，这样给它夹起来。 OK， 下面呢我们再吃一下这个黑巧克力吧，我是比较喜欢吃这个。你看这个牌子啊，这个牌子好像都是黑巧克力，给我感觉它就是一个那种的，就是感觉一个绿不拉几和黑不拉几的字写的这么一个牌子，就这么一个那种的小方形的盒子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嫌它占空扔了，我冰箱塞满了没空。这个东西呢就是黑的巧克力，打开以后呢我昨天尝了尝，我以前是不爱吃黑巧克力，不过我发现不难吃，我放到冰箱里口味会好一些，就这样。它就是薄荷味特别浓，给我感觉这个牌子这所有的这些里边呢都带着薄荷，所以你如果要是爱吃薄荷的同学，其实我建议啊大家还是吃黑巧克力，它好像是对心脏好，当然你什么东西也不能吃很多，一天吃这么一小块我就觉得差不多了。然后这个东西吃完了以后呢，我就发现我吃薯片吃多了以后呢，我再吃一点水果，给要不然就火大。其实我吃不了，我那一大包呢我自己吃的话我能吃2周左右，我其实每天吃的很少。这个水果呢我也是只吃这个1/4，差不多1周吧也是才能吃完。所以大家今天晚上这就是我的晚餐，我本来实在是不想吃，可是就是很饿得慌，忍不住就又吃了，所以一般到周一呢半夜才睡觉。 OK，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，还是谢谢收看大胖兔兄的频道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感谢了兔某人，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哈！新年，中国的新年快乐，狗年好哈！下次见，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bye。